哎呦，哇，哎呀，我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练习完了，我们来吧，各位。活动任务进阶，然后这个 SF 最强留声段考试，想跟我切磋切磋是吗？那么先和我的徒弟交手吧。怎么会有两头呢？而且其中一头散发着不祥的霸气，不管了，你随便选择其中一头来分出胜负吧。哦，我觉得 OK， 他有两只，你们说一只有在山上，另外一只在山下啊。他的地图是在哪一边？大射一击哦。OK， 好，我们先把它接起来，来呗。我们要的话，这个吧，我应该也是用这一套装备去打天会霞龙这一套吧。这一套如果你们要查的话，可以去看我之前就是那个天会霞龙太刀那一部，对，就是那一套装备的，只是护食方面嘛。二收刀，三二洞，这个护食的刷法我也有在那影片里面有讲到，要有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好啦，不管啦，各位，我们走啦。哦，我音乐都不一样，哎，这么酷吗？哎呦喂呀，哇，这不是那个街头霸王的那个音乐吗？哦，可以，山上那一只哦，哇，它在山顶，哎，那个路径是要跑过一下，我有点忘了山顶怎么跑。没错，没错，有，好来了，就这只是不是？好，可以。哎呦，哇，这伤害量，哇，这伤害量，我直接生气，哇，这么凶吗？哎呀，我死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哇，超屌的，不愧是山顶上的男人，各位。沙皮，这伤害有 G 级了吧？没有，还没到 G1 的门槛还没到。哎，他怎么不见啊？喂，他在哪里啊？哦，他会到这一区哦，注意哦，这样子比较好。哎，他变回来了。然后速度好像有变快了。哎呦，我有！开始了！嘿！不要跨栏 ，OK，nice。卡普空，如果之前每个月都有至少一个这种任务，现在就不会被骂成这样了。啊，真的！预祝沙皮三猫完结。哎，哇！等一下！哎呦喂呀！哇，被打到一下就那个。对呀、啊。哎呦。我打 ，OK， 我他那个伤害量真的有痛到，哎，打到一下就快去了。差点，哦呦！喝个水，我怕我死掉，哦呦！哎，怎么突然出现另外一只？哇，这是怎样？双天金狮，双击天双，哎，忘了那是什么任务来着？各位，还有人记得？
哎呦哎呦，哎，这次的输出就没有那么痛了。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不敢靠近啊，怕怕。哎呦，哎，跑掉了。没有，我们走。哦，双狮击天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任务。哦，好像有那个任务的既视感，这个。喂，喂。声音猫哎，点火了，各位，哎呀，这个点火了，我、哦、这个强度不错啊，我这样我很期待他未来那个狙击的强度哎，啊不过啦，他如果速度能再快一点的话就更棒，速度还有招式那个变化再多一点的话就很棒。buff 来了 ，buff 来了！哎呦，来，来，嘿，来，哦，再来，嘿，闪一下。烫烫，有余的啊！好任务，这个我喜欢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拼压时间看看的。我们等一下再来压时间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外观装哦。我对他的外观装真的比较好奇，我来看一下啊。外观装备，生产外观装，这个我们来做。他需要金饰的东西哦。OK。欸装备，嘿，为什么觉得怪怪的？哪里有可能？有点胖胖的感觉，还可以改颜色哦。它可以改颜色，我来看一下。哇、哦，整体可以改吗？全部变色，哇，我可以，哎，它可以变白色的，哎，有一种白鬼的感觉，哎，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吗？捏超级赛亚人，这个头发有没有？亮度要有，哦、有没有？是哦，那个橘色你是调色相18，哎有哦，18这颜色有比较像一点哦，有，还要再深蓝一点，哎，这个好像可以。返回选择项目是否套用变更？是，哦有哎、欸，有感觉有感觉 ，Oh my god， 有感觉啊，哦各位在压顶，哎呦，他连音效都变了、欸，你居然是女生，他音效也是变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听一看这音效，有没有？片手真的很像在玩格斗游戏，再加上这个，就真的很像格斗游戏了。哦，这个很屌，好没，哼！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喂，哦，哎、哦，他的勾上去有特效、欸，哎，好帅哦！再来一次。下海站一次 A 吗？好，来下海站一次 A。嘿，我说，哎呦，这个很屌，这个很屌。好屌啊！哇屌！哎、欸，嘿，嚯嚯，好经典哦！哇塞哇塞，哇靠，可以啊！哎、欸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试？哎、欸，这个很有趣哎、欸。哦，这个外观装 OK 啊，值得啊，各位，这个任务 OK 啊，卡普空就是要多多更新这种任务嘛，这样才香嘛，对不对？嘿，哇，武器 pose 听说也有改变，举起武器，哎呦，哎、欸，帅不帅？帅不帅？我觉得里面 pose 最帅的是这个，经典动作，各位。经典动作，好鬼的经典动作！听说用它完成任务也有很屌的东西。我们来一个，我不太会用那个片手打金丝，哎，试一下。那我们应该飞另外一边了。哎、欸，他连撒粉会呜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再试一次。太帅了吧，这个造型！呜哈哈哈哈哈哈！一 K。哎呦！这打击音效真的是很闹，我觉得。哇！哇！哎呦！
我还试这个，哈多根，哈多根，哈多根，这波动拳只有5D，笑死！我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喂！我把他踢爆哎、欸！我直接把他踢过去、欸，笑死！嘿！要要要要要！哇！对呀、啊！可以哦，可以哦！呼啦！万物必死，赤矢空裂破。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想要去玩街头霸王了。